1970年10月，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因施工而偶然面世，出土的两瓮一罐共收纳金银器、玉器、中外钱币等1000多件文物，所展现出的盛唐风范和异域风情更是令人惊叹。其中被称为陕西历史博物馆镇馆之宝的镶金兽首玛瑙杯就出土于何家村窖藏。近日，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品管理部主任贺达兴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解读这些珍贵文物中所隐藏的文化交流密码。它是一个兽首角形的这种形制，前面是个圆雕的动物形象，这个动物形象的话也非常的有特点，它是一个就是说，它的上面的兽角是个扭转型的兽角，就我们一般认为的话，这种兽角的话，可能是属于就西方的瞪羚或者野山羊这种风格的器皿的话，就是从考古学家来研究来说的话，一般产生于古希腊，就认为甚至公元前古希腊的克里特文明里面的话，就有这种兽首的这种角形器的产生。所以这个兽首玛瑙杯的话，不论从材质上还是它的形制上的话，都有很浓厚的异域文化的色彩。中国的话在7世纪取得了空前的统一，当时的经济、政治、文化、军事都达到了空前的强盛。在这个阶段的话，丝绸之路上非常繁荣，就是从阿拉伯的波斯的商人，包括日本的遣唐使学问僧，对吧，新罗的遣唐使学问僧都进入长安。所以这时候的长安的话，不仅仅是唐帝国的首都，也是那个时代世界文化的一个中心。长安不但聚集了世界上就最富饶的财富，也是当时的话思想文化的一个汇聚地。不同文明、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对于社会的进步、文化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推动意义。我们今天的话，对于何家村的文物的话进行了一个解读。我们也了解到，其中的很多文物上面的文化因素的话，并不产生于中国本土，但是它这个在唐代在中国，产生出最精彩、最丰富的文化面貌，成为当时的世界性文化的代表。从唐代文化的世界意义和文明成果来讨论今天的文化自信，我们认为才是有意义的。